坐一下，被他剪一下。你好，你刚下水了？刚不是说不要游泳吗？你怎么自己跳水有水哦？好舒服吗？舒服啊！所以我在找地啊。那我发现我等一秒还是踩到地。他的手机怎么跟得下去？牛牛，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哪里呀？刚到可怜，要怪我。快点，在干嘛？想要吗？大海姐，想要人偷石头、哦。九分，不不不，你是在哪里？吴彦婷。谢谢了。在哪里？在收费基隆港，正滨港。每个人讲心得。是啊，刁难了吧？会太给你的脸哦，对，会太给你的脸。刁难呢，对吧？他讲什么？真的心得。好了，没事。各位，是北车附近，我们停到了早上9点才开始算钱的停车格，我们早上8点多就要走了，这是小确幸啊，想对吧？表示不错啊，没这样，只有你自己走，能顾虑到别人，对，最喜欢这样。然后那个床还有自己的厕所。75块一晚，75块，因为我们用折价。75。对啊。他委任，他没吃吧？我们要去哪里？找委任。委任。你委任？阿任。你委任？我们班最 gay 的人。对他。他打给我吧，我删。走掉。哎呦，他打给我了。叫我。他打给我。不要，喂。我不知道，我在那边看你们。有什么新的感想？没什么新的感想，下次再见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好了，拜拜。再见了，回来。找冠军啊！我们要找冠军。为了看蚂蚁。他要请我们吃饭。那你要请我们吃？不然。你们在？看我们肚子没看到。你们在不去动物园啊？很热。那我们要一起站了，烂刀啊！我们要走了，不要难过了，多待一点。不想我们离开，拜拜。环岛成功了。我只要在我们香灰甲，还只看我们还双梦想啊！离开最后一枪，对啊，没办法，想多了，套词完嘞。
道两颗放哪里去了，这里跟这里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我安先生，我最累，宇翔这周最累。分享。嘿，永伟，再给，拜拜。好，我再补充一下，换我走。耶，我走。好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小心哦，要小心。好。See you next week.